小北来。哟，我来了。是的，盖比会飞了，而且每次飞过来都伴随着一声小小的惨叫。因为疫情停了一年的爬虫展开了，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。不过参展的商家比往年少了一些，这是唯一拥有蓝色刺尾巨蜥的店家。只不过他们家的蓝色成体是展示用的，其实来这个展上买周边还是很好的，而且相对来说展上的宠物价格还是蛮实惠的。看看这恐怖的大蛤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只能看不能摸，不过我依然发现了卖鼠妇的以及一大桌子蜘蛛。有一说一，卖球蟒还是最多的，其次居然是卖植物的。看了一圈下来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野彩宝宝，都是人工繁殖的个体。不过有几只长得是真大呀，既然去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，于是拿了只很可爱的蓝蛇宝宝回来。展上蓝蛇的数量并不多，感觉巨人手工的数量都比蓝蛇多好多。感觉视频看不大出来，这只哈马黑拉蓝蛇是有一点点偏红色的，身上的条纹也相对整齐。哦对了，这只石龙子的名字我们已经取好了，名字呢就叫肉龙，希望它以后长得胖胖的。